Emma. You're talking about Tigra X-ray. No. Emma's class.喂，你现在是 square 吗？不是，这是田田的吧？对，但是咱现在说话，它如果是在跑的，说明用的是应该是它。肯定是动词。对，因为一般外接了以后，自己的那个就就不能用。看到了。嗯，那我们先 mute。Hello， 甜甜。可以。可以听得到。我们现在，我现在就把自己 mute， 然后把主持人转成你。聊天的 chat 我已经关掉了。好的。然后到时候，到时候你 share 完 screen， 就是 Emma 要开始之前，你先把自己 stop share。嗯嗯。来。我说话你们听得清吗？那再说一遍。就这样说话，可以听清。Hello。稍微有一点点卡，好像。有没有可能再稍微大声一点？一个那个网，稍微换一个快网。到换那个五的那个网。
二点四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稳定。那你转成五吧。哎，host 又变成，我看一下啊。host 现在我这显示的是你。对，但是我想要你给我 co-host 可以吗？啊，这没有 co-host 耶。为什么呀？不知道呢。好吧。好像另外一个号是可以弄成 co-host。啊，对，对吧？他们开会的那个号好像是可以。对，到时候再调整一下。同学们，现在吗？对，我们换了一个网。嗯，好像清楚一点了。太好了。嗯，对，我刚刚听你们也有一点点糊，现在感觉也、嗯。好的。那我先把自己 mute 了啊。
大家现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我们直播大概在2分钟之后开始，因为现在还有陆续一些朋友在进来。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Zoom 的，你们屏幕下方有一个 Q&A 的板块，到时候你们听课过程中有哪一些问题呢？可以在那个板块里面给我们问问题，然后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回复你们。然后我们这个 PPT 下面有三个二维码，左边是我的个人的二维码，然后你们关于课程的这些信息都可以来问我。然后中间那个是试听的微信群，已经加过群的同学就可以不用再加了，我们前面已经有4个群。然后关于课程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啊 PPT 啊都会在群里面发给大家。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公众号的这个那个二维码，还有大家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课程的这个详细的大纲，还有一些课程的时间什么的。然后我们再耐心的等一下。我觉得时间差不多，然后我现在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主讲老师 Emma。Hello， 大家可以听得到吗？大家好 ，OK， 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晚上参加泰格全站营销训练营的试听课。我是这门课程的主讲老师 Emma， 今天课程的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之后会留下一些时间给同学们做 Q&A。我们的 Q&A 是全程开放的，所以大家应该随时都可以提交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节试听课的内容呢比较多，话题会覆盖训练营的课程内容，也同时会给大家提供很多从求职到 marketing 的相关知识，对几个比较大的话题都会做一下介绍，希望同学们可以坚持听下来，尤其是东海岸的同学们，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收获。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为8个部分。首先我想从一个在职场过来人的角度和大家说说国际学生在美国做 marketing 的时候会遇到的瓶颈，和找 marketing 工作存在的误区，以及应该要有的心态。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找工作的一些操作层面的细节，比如面试流程、每个节点的考察内容，以及怎么在没有相关经验的情况下找到 marketing 的工作。然后我会再讲一讲 marketing 的职业发展，以及 full stack marketer 全站 marketer 知识的重要性和运用。我们全站营销训练营的课程的初衷、规划、预期收益和内容设置。这个训练营的正式课程会在9月17号开始，为期3周，一共8次课。具体的课程信息大家可以参考 BitTiger 的网站，或者联系我们的Angela 沈田和沈田同学。最后我们会以轻松愉快的小案例和 networking 的建议结束本次试听。首先和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 Emma 于安安，现在在 Microsoft 旧金山做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负责 Office 365旗下移动应用的 Marketing。我的背景其实也挺简单的，在中国读完本科之后来美国念了商学院的研究生，很标准的文科生，七年的外国语学校的基础教育，之后很幸运的在清华大学度过了几年英美文学的学习和研究生活，主要专攻的方向是文学理论、女权主义的话题，处于准女博士的节奏。但是本科的时候在一些和国外院校的研究项目之后，意识到虽然我很擅长我当时做的研究，但我认清自己不是那类会愿意在学校读七到十年文学博士的未来 faculty 新星。我喜欢 social， 我喜欢看到 results 和 impact， 于是我决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本科的时候在北京的一些外企做过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和 project management 的实习，拿到了很好的推荐信，之后 last minute 凭着 GRE 转了商科，去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的商学院念了商学硕士，转型成为了 marketer。 Master 毕业以后，我从 analyst 开始做起，从事 education、 digital media、 e-commerce 和 tech 领域的 marketing， 涉猎过 B2C、 B2B、Partnership Marketing， 也接触过 Marketing 的不同领域，比如 Facebook、 Google AdWords 广告、Email 运营和优化、项目管理以及电商网站和 Mobile App 的运营。作为一个 Marketer 呢，我觉得我的工作对我自己的思考和见识都非常有帮助，不管是职业上还是生活上。当时选择来美国念 marketing 也是因为我发现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想法， marketing 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成长空间和探索环境。我非常想了解我的用户在想什么，对不同的文化也很好奇，我觉得 marketing 很好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对我未来的 international career 也很有帮助。当时选择 marketing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有很好的 mobility， 我可以去不同的国家做 marketing。比如说如果我做 accounting 或者做律师，我就没有办法把我在一个市场的知识转移到另外一个市场，但 marketing 不同，我可以去欧洲、亚洲、非洲，无论市场怎样，所需要的战略性知识体系和管理能力都很相似。虽然在每个市场具体实施起来的 tactics 有些不同，比如说在中国没有 Facebook Ads 这样的 channel， 中国很多DSP 也很疲软，但这些都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就是在战略上面作为一个 marketer， 不管在什么市场其实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另外我很喜欢 marketing 的原因是我觉得我的思维都是发散的，我的创意也可以被广泛的接纳，也是被 encouraged， 但同时我作为一个 business person， 可以理性的用数据去衡量自己的业绩。关于我自己就先说那么多，期待和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周课程里分享更多关于 marketer 成长和职场里的故事。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是国际学生想做 marketing 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语言和身份。把这个放在第一点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心态。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marketing 和编程的活非常不一样，你必须要非常的了解消费者，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和消费习惯，这个是普遍适用于对人的研究，对一个地区的研究，或者一个细分市场的研究。这些都是和人文还有文化息息相关的。说到文化，我想和大家聊聊常见的误区。经常有很多人说主流文化这个概念，说我们留学生都很难进入主流社会。这里面是有个 logical fallacy 的。首先，什么是主流社会？这两张图，左边是美国某著名家庭的现代名人，
右边是一群 hipster 的年轻人。如果把主流社会定义为左边的 rich and powerful， 那我们之间的大多数人在中国都很难进入主流社会。但是如果你想帮一家美国的服装公司做 hipster 的 marketing，市场营销工作，你可以不是 hipster， 但是还是可以很了解他们的行为。对于左边的这个细分市场，同时也是一样的。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你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消费者习惯吗？比如说我现在把你飞回北京去饿了么帮助推广外卖的订餐服务，你可以在快速的学习培训后就进入状态，开始帮助公司积累增加订单，然后增加销售量。我相信你们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luxury 还是屌丝市场，无论你在不在所谓的主流文化，用户和文化都是客观的知识，都是可以学习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在美国更容易学习，因为就信息的充裕度、文化的开放性和阶级的流动性而言，美国胜过中国很多。在美国作为自己的起点，其实对整一个 career 都非常没有帮助。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误区。有同学会说我的英语不好，口音很重说话说不清。建议大家礼拜二回学校或者公司的时候，观察一下美国人听印度英语的面部表情。其实很多美国人会告诉我说，中式英语听起来比印度英语要舒服多了，因为印度人经常毫不 care 你到底听懂没听懂，他就管自己说。但中国人经常还是会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会保证沟通顺畅。所以我觉得英语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些然后即便说印度人在职场上面还是即便说印度人的英语口音很重，然后也不是那么的听上去不是的那么的舒服，但是你们看全球有那么多顶尖公司的 CEO 都来自印度，他们其实都突破了很多的文化语言的瓶颈，才可以达到食物链的最上层所以加以时日，你们和我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说所谓的主流文化和英语不好都是纸老虎，文化和语言都是客观存在的知识，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增加自己的熟练度的。虽然我们的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关于积累 marketing 的知识和帮助大家更好的准备求职但是我们会在未来的课程里穿插很多关于文化知识的文化的知识和提高沟通能力的方法来帮助大家。说完误区，我们来说一说作为 marketing 的求职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首先我觉得要有 can do attitude 所谓的 can do attitude 就是说我能这是很多公司最看重的素质之一，尤其是 entry level 的所谓的我们看人的时候一般会看你是不是有 growth mindset， 你是不是愿意不断的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不断的突破自我，愿意接受挑战。这和 marketing 的工作性质直接相关，因为 marketing 的工作涉猎领域非常的广泛，这个具体我们说等一下说技能的时候会说到由于工作本身的广泛性，需要从业者有非常开放和探索的心态，面对新的挑战技术的改变也不会惧怕。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在过去的一年里你做过什么事情证明你有很好的 can do attitude。比如说我以前在找工作的时候经常会用我自己的一个 transfer story， 比如说我是怎么从一个 literature 的小弱转型到一个 SQL 写的出神入化的 marketing analyst 然后
把这类故事整理好了，穿插到面试的回答里，完全会成为你加分的亮点。第二，让我们来说一下信心的问题。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留学生经常会说啊，我不是 local， 我不行。有很多 ABC， 或者说华人会把自己分为三六九等，说啊，我是来这边读本科的，我是早年移民过来的，我是生在这里的。但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美国人看我们都是 Asian American。和 ABC 中学来的、本科来的、研究生来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人看到你就会说你老家哪儿的，你几岁来的。虽然你自己可能经常会听不懂、读不懂，没有听过某个俚语，不知道某个电影的一个典故，或者没有听说过一个品牌或者公司，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对 marketer 来说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因为 marketing 无处不在， 你在所有身边的案例里都是可以学到 marketing 的知识，假以时日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学习获取。但是从就是心态和态度的这个方面来说，自我边缘化的做法不可取。我觉得就像刚才看到那些印度移民 CEO 一样，我们就应该把自己当作是生长在这里的美国人，在找工作的这个问题上，你和本地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讲到就是作为 Asian minority， 我们也来说一下 diversity。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不同区域的人才来到这里，才造就了这个伟大的国家和文化融入。 Diversity 是被重视和保护的。和大家普及一下基本的法律常识，在联邦法律规定雇主不能因为求职者的 national origin 或者性别等元素在招聘过程中歧视应聘者，在联邦法律称为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EEO。 所以说理论上来说你如果说一个公司说你是中国人，那我不招你，其实他们是犯法的。当然联邦政府自己是从来不招外国人的，所以不过在大多数的工作领域里面，雇主是不能因为这个来歧视招聘者的。在我自己的经验里，我觉得在现实的公司里应聘者的 diverse background 其实是一个加分的项目。比如说你会说中文，但是和你一起面试的另外一个 candidate 不会，但公司可能未来有要做 international market 的计划，可能是3年5年外，可能不是中国，是 Asia。在这个时候，两个同样的应聘者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和技能相似的同时，不同的成长背景，有国际的经验，不同的技能和不同的观点，反而可以让你脱颖而出。另外，我想分享一下下面几张图。左边第一张是1937年林语堂先生出版《生活的艺术》这本书，主要是用中国的美学和哲学帮助美国人提升生活情趣，次年成为全美的畅销书。第二张图大家应该都知道，《Gangnam Style》那本书一举成名，火遍全国乃至全球。然后第三张图就是最近很火的《Pokemon Go》。这款游戏这个动画片1998年的时候进入美国，成为我同辈美国小朋友最喜欢的动画片之一。在16年的时候，就这个夏天，这款游戏成为全世界最火爆的新闻热点。其实你看这边是 Made in China、 Made in Korea 和 Made in Japan， 这些来自 diverse background 的作品被广大的美国受众追捧，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那作为我们这样的美国的硬盘，我们的职业选择也像这些作品一样
不分来源，只是看契不契合市场的需求。最后是 professionalism， 做事是不是专业，有战略又懂得把握细节。如果公司要你做个 PPT， 你要保证你的字体颜色都要统一协调，没有错别字。跟 HR 交流的时候要按时回邮件，面试的时候不能迟到，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素养。好，说完公司在看什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新人特别难在市场营销领域找到全职工作。我在 Indeed 上找了几个 entry level marketing 工作的 job description， 大家来看一下哈。第一个， 1 to 3 years work experience in a client services role。 好，然后接下来，哎，稍等，OK， 第二个， plan and execute all SEM, display, remarketing和 social advertising campaigns。技能上还要你会 Google Analytics 和 Marketo。 第三个，2 to 3 years previous experiences in industry。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大多数工作都需要，这些都是 entry level 的job description， 然后 大多数的工作其实都需要1到3年的相关经验，会特定的渠道，比如说 SEM， 会 social，同时也要熟练掌握工具，比如说 Google Analytics、 Marketo。 这下就变成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那么没有经验的同学怎么达到这个1到3年的 entry level 的经验的要求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找机会入门，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不知道同学们上小学的时候，现在还教不教以前什么华佗学医、鲁班学艺的这些故事。诚心请教，希望师傅收自己为徒弟，才有机会学到一门手艺。所以说，作为在校的学生或者刚毕业的新人，甚至是已经工作了想换专业的人，你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态度要好，要虚心请教，即使没有报酬的免费工也要去做一做。市区的 NGO、 学生社团、 fraternity、 学校院系的网站推广都是需要有人做的，到那些组织的相关负责人那边去问一问，他们能不能给你一个 volunteer 或者 intern 的机会，让自己有实践的机会。在找这类工作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学会推销自己，不能说我是学弱，我什么都不会，其实硬技术没有并没有什么关系，你要着重体现自己的软技术，比如说我的协调能力很好，我的沟通能力很好，我对你们的这个事业非常的有兴趣，我有非常 passionate， 在简历和面试的过程中都要美化包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不是在 marketing 专业学，要不断的学习 marketing 技能和 marketing 的知识，才能获取信任，和业界人士谈笑风生。我也是在学校上过 marketing 的，我知道学校里的那套其实多少都和就业市场脱节。作为求职者，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业界的动向。所以像比如说像我们这门全站市场营销课程，就是立志于帮助同学们掌握就业市场上最热门和紧缺的技能，同时也会在课程里和大家分享更多 networking 的方法，学习技能的推荐等等。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来上这门课，但是保持学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态度。好，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误区。我平时也其实也接触到很多校友啊、面试者或者想找工作的同学，我总结了3大找工作误区，希望大家可以避免。常见问题一，我是不是要再读个 master？ 我有遇到好几个朋友或者学弟学妹跟我咨询 marketing 的就业问题，然后他们在那边
感觉非常的犹豫。我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论断，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不在这里长大，我和美国人比起来没优势，中国人数学好，要不我再去读个 data analytics 吧，或者说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准备好找工作，要不我再去读个 master of marketing 好了。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可以去看一看 marketing analyst， 如果你对 data 有兴趣，或者一般的 general assistant marketer 的 job description， 如果你比较喜欢marketing 运营的这方面。其实很少有公司会说我们要 master of data analytics of master of something 才可以做 marketing 嘛，反而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你有一到三年的工作经验，有做过项目，有 business sense， 即使你是个 associate degree， 他们反而会更加青睐你。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实践，找到自己的 sweet spot。 在实践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发现自己是谁的这个过程，有的人喜欢大公司，有的人适合小公司，有的人适合全能的职位，有的人适合某一个成为某个细分领域的专家，但这些都是通过实践才能知道的。而且从财务的角度考虑，你可以花$100,000和2年的时间再读个硕士，还不算就业的机会成本，你也可以自我投资学费的1%来报个班集训充个点，比如说我们的课，对吧？不但能帮你做好找工作的准备，也是有非常经济和高效的 alternative ways。Okay. 常见问题二，因为我是留学生，所以找工作太难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同学们可能会说H1B 要抽签要 sponsor 非常难，但其实我们撇开 H1B 不说，其实不只是你，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找不到工作。我们有很多数据都可以显示说美国本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就是不高，15% 大学生是 underemployed。 学生就业和贷款现在成为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会不提这些问题的。这其实就找不到工作这件事不是留学生特有的问题，就业市场疲软，学校知识脱节才导致了这种问题。我也有认识很多条件都还不错的美国人，以前读的 marketing 现在做前台的，做 waitress 的都有。所以说我想说最重要的还是心态和态度。如果你相信你可以的话，找准方向加以时，你一定可以找到心仪的工作。常见问题三，恩配的工作不是剥削吗？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做免费工其实是为自己做免费工或者为自己相信的事业去做一些贡献，对没有太多经验的同学来说是最好的入门机会。现在播种以后才会收获，高薪和报酬之后都会来的。我再提醒一下，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 Q&A 部分提交，我之后演讲完之后都会跟选一些常见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大家很关心的面试问题，比如说 marketing 的面试流程以及面试官都看重些什么。我们这门课和大学的 marketing program 啦，或者像一些慕课网站上的 Udemy 啊这些，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直接从业界的需求出发，整合出一套系统的学习框架，并且结合实战的案例分析，从公司招聘面试官的角度来帮助学员寻找自己的优势，拿到理想的工作机会。我们的目标就是弥补学校和就业市场的 gap， 帮助同学们了解市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以及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迅速提升自己在 job market 上的竞争力，达到主流公司对该职位的招聘要求。那公司在招聘的面试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一般大家在公司网站或者求职网站上投完简历，假设同时也有500到两呃
50到100个人投一样的职位，那 HR 大概会先筛选一下简历，把一大部分没有相应的学问、没有相应的经验，然后错别字连篇的人全都删掉，然后开始 interview 的第一步我们叫做 screening。所以通常呢 ，HR 会和你 email 约个时间打电话，他们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总结一些笔记发到 hiring manager 那里去。如果 hiring manager 觉得不错呢，也会和你约个时间打电话。如果说对话进展的非常好，你还可能会和组里的其他一些成员再聊一聊，甚至面谈。但是大家要记住 ，screening 其实不算是正式的面试，总的来说是一个让双方互相了解的过程。我个人觉得 screening 特别的重要，因为如果说 screening 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本来很好的、很适合的工作机会丢掉。而且 screening 是非常好准备的，因为你经常是在打电话，然后你可以有一个 script。那在 screening 这一步你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觉得首先要了解职位的要求，了解这个团队的构成。这里一方面是帮助求职者了解这个岗位和公司是不是适合自己，一方面是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要什么样的 skills。如果你很喜欢这个职位，那你可以更好的准备，因为大家的时间都有限，如果你同时投20个职位，你必须要把精力放在自己觉得最适合的这些职位上面。我自己的话一般会准备30秒到1分钟的自我介绍，说一下自己的特长、兴趣，然后准备几个 project 的亮点，然后对自己的 skill level 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估。然后在做 screening 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做好笔记。HR 会告诉你很多关于这个团队、关于这个职位的信息，通通要记下来，这个在之后面试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如果 screening 顺利通过，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的面试流程。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onsite 不代表就是面试，有的时候公司会让你 onsite 去 screening，比如说做个测试啊，或者见一见 HR， 你要明白，要很清楚的明白自己在 funnel 的哪一步，要和 HR 保持沟通，在战略上也要有守有攻，不要把时间和精力全放在一个不是太重要的 screening 上面，把你其他的地方是给你个 final onsite interview。所以到正式的 interview 的流程，主要是有HR 老板、你的 hiring manager 或者老板的老板、老板的手下、老板的 peers 一起来面你，和你聊聊你的经历、你的做事风格和公司的文化。主要其实就是看你是不是有料，是不是可信可靠。会有很多 behavioral 的问题，也会有技术的问题，取决于你会哪些 skills。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每轮面试都很快，每个面试官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其实在30分钟里可以了解的东西非常的有限。面试这件事情呢看上去很 casual， 但是它的技术含量很高。作为求职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认清面试官到底在考虑什么，那么才可以有针对性的找到重点来回答，避免答非所问。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考量和问问题的方式，但是综合来说，面试官衡量求职者的时候有9个维度。在个人素质这方面，主要是沟通能力、职业素养、智商、情商、主观能动。在和公司合适与否的维度，主要是技能要求、知识体系、公司文化、个人发展。最后一个维度是看这个市场上有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和其他的应聘者比起来怎么样。大家注意啊，这些都是我这几年作为面试官参与面试流程、自己求职以及和 HR 还有业内人士聊天总结出来的精华。我想着重的逐个分析一下这个第一大点，个人素质的维度。首先是沟通能力，是不是有好的 communication skills？其实
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比如说 describe your ideal working environment, describe a project you collaborated on with others, what was your role, how would your colleagues or classmates describe you, what would they say you could work on? 这些都是典型的讲故事问题，其实可以很好的体现一个人的沟通能力，你是不是可以把前因后果把一个故事说圆，然后其实这也是最好准备的，你都是可以写完背出来，然后去等着 impress 他们，而且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逃不掉，都会问。第二点是职业素养，看你这人是不是 professional， 比如说What do you think were the keys to your success in your other job experiences? 你可以是 internship, 还可以是 volunteer. What are the two accomplishments professionally or otherwise you're most proud of and why? 就是看看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Describe your ideal working environment. What do you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pany? What attracts you to the company? 就看你对公司到底多有兴趣。第三是智商情商，看看你这个人是不是 smart。 我们会问一下，比如说describe a situation in which you found a creative way to overcome an obstacle、很典型的一个面试问题，那其实都可以事先准备好。 Tell me about a time、这是一类问题。 So tell me about a time when you were in an unfamiliar situation, had to solve a problemHow did you think your way to a solution? 就会看看你一般思考的方式、是不是有 creative thinking? 另外是 tell me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re proud to have accomplished. 看看你、你到底有多聪明，然后 你自己看中一些什么东西。最后一点是主观能动。所谓主观能动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self-starter, 是不是 proactive?一些问题可以是 describe a challenge you've had and how you tried to overcome that challenge. Describe a situation where you had to get results with very little direction or supervision. Tell me about the time when you had to assume a leadership position, large or small.、这些其实并不说需要你是带领一个团队啦，成为一个高层了才可以回答问题。你即使在小小的一个 team project， 在、或者是做 volunteer 时候遇到的一些 situation， 都可以把它包装成你自己、是一个 self-starter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接下来是衡量应聘者和公司合适与否的维度，就是我们所谓的 fit。 这些维度我觉得在每个公司都不一样，所以我就不一一展开了，但是同学们要非常认真的准备好，有重点的体现自己、比如说技能要求，如果这个 job description 要找做 SEM 的人，你不能说我 PR 做得很好、而是说我做过哪些 SEM 的工作，或者是虽然我没有做过 SEM， 但是我对 SEM 的看法是什么样、行业里的趋势是什么样，你都要能头头是道的说出来。在这个 fit 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好好读 job description， 搜集关于公司和团队的信息、记得看一下比如说 Glassdoor， 去了解一下公司的文化，去看一下其他求职者分享的面试流程和面试经验，也可以去 LinkedIn 上看一看这家公司有没有人是你的 first or second connection、然后找看看可不可以 connect 到一个在那边工作的人，和你聊一聊公司的文化和、团队里面的人。在面试的时候，对于每个面试官的背景也要掌握透，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的、trajectory 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名字也要多练几遍，甚至可以和 HR confirm 一下这个名字怎么读。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老板叫、他的 last name 叫 Gopala Krishnan、我当时真正练了五分钟才可以练好，但我觉得这五分钟很值得，因为经常不会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把他的名字读清楚，你把他读清楚了，说明你非常的尊重和重视这样的这次面试。
对，你看，这是一个 Glassdoor 上面的一个例子，比如说这是 Condé Nast 啊，纽约一个很大的 media publisher， 他们就会有很多 interviewee 会把自己面试的问题 po 上去，大家其实可以经常去看一看大公司、小公司，或者你在面试，或者你没有在面试的公司都问些什么，然后可以有重点的去准备自己的回答。最后就是比较你们和其他的应聘者这些话呢，我觉得这些的话我觉得都可以从 HR 那里了解情况。一般来说 HR 都会很公开透明的告诉你，比如说这个工作是什么时候 post 的，他们到现在面了多少人了，现在同时和你同时有多少人进入 final interview。然后他们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六个月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找到人，这些都是可以就是帮助你了解，间接的了解这个 market 是怎么样的。 OK， 好，面试说完了，现在我们来说说 full stack marketer。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看过我们的一些宣传资料关于到底 full stack marketer 是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的火爆。其实也是我们之所以开这门课呢，也是看到了这类市场人在职场上的稀缺性和独特的优势。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比如说非理工类的学生要办 H1B 还是要做一些正常美国人做不了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不想说我要转去做编程，我要转去做数据分析我们都是有一颗 business 的心，所以说如果你不想钻牛角尖，希望自己以后的路还是可以在 business 的领域发展可以有更宽的道路，更多的机会的话，我觉得 full stack marketer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full stack， 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marketing 以及 full stack marketer 在公司的职位、技能组成和职场前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右边呢是广义的广义上和 marketing 比较紧密相关的组，比如说 design、analytics、engineering、product、finance。左边是 marketing 这个大部门的架构。不管是 sales 还是 marketing， 它最终都是为 revenue 服务的。所以说我们不管是靠人脉广告还是靠人脉还是靠广告卖，核心还是了解市场，进行各类营销活动。我想说每个公司都有一些不同吧，组和组之间的界限，部门和部门的界限也都不是总是的那么明晰。但总的来说，一般就像我在这边总结的这个 team 这一行一般是 sales、organic 和 paid。每个 team 都是管不同的 channel， 当然这个界限也不总是那么的明晰。Sales 一般会包括 BD 和 sales， business development 和 sales， organic 一般会包括 content、PR、SEO、social、email， paid marketing 一般会包括 SEM、display、social ads， 比如说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这些，还有 offline ads， 比如说 radio、TV、billboard。虽然说sales 需要的技能和 marketing 不大一样，比如说 sales 主要是要看你是不是可以 close deal， 是不是可以为公司 negotiate 更好的 term， 但整个 sales 和 marketing 大组里需要的技能多少都很相似。大家可以看第三行，就是 skills， 其实基本就是 negotiation、communication、copywriting、design、UX、UI、analytics、conversion 还有 A/B testing 等等。所以说我们说的 full stack marketer 呢，不是说我又是 sales 又是 marketer， 我们指的更多是下面两层的skills 和 channels 的知识。作为一个 full stack marketer， 你要掌握 marketing sales 需要的 full stack skills， 然后熟悉尽可能多的 channels， 之后你可以发散性的发展，你可以
成为head of marketing， 你可以成为 head of sales， 可以成为 head of paid marketing。当你有了所有的基本的技术技能知识，也对 channel 都多多少少有了解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你也可以在一个领域继续深入的做下去和做上去。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投到 Q&A 里面。我们这个 Full Stack Marketer 的课程呢，我们训练目标就是在一个月小于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掌握这些 fundamental skills， 同时也帮助大家了解各种 channels。我们会通过大量的观摩和项目的实操，获取学习的效果。我们设计的知识内容都非常切合当下的就业市场需求，旨在帮助学员们迅速提高职场逼格，掌握干货，最后可以和面试官谈笑风生。由于我们注重 skills 的培养和 channel 的经验，我们面向的学员不仅是 marketing 的同学，也同样适用于非专业或者想转专业的同学或者在职者。不管你是读 marketing 还是 communication 还是 engineering 或者 science， 我们的课程都可以帮助你在短时间内达到 marketing 行业的招聘要求。接下来说我们具体的课程内容，这些在 BitTiger 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我们第一周安排了三次课，深入解析 Full Stack Marketer 的知识结构、职业发展和就业前景，主要专注于 marketing skills 和 channel 的理论知识， marketing 的marketing 和商务决策的理论知识，市场部的 KPI， 还有一些主要的 marketing metrics 的计算，还会有一节专门的 SQL 课。我们的话题会包括analytics design digital marketing email organic retention 还有 landing page。我们会谈论到数据分析、决策制定，也会有很多 soft skill， 比如说presentation 怎么做，怎么做 negotiation pitch 自己的想法等等。第二周呢，会继续我们的 skills 和 channel 的介绍，并且会着重演示怎么样去运营 campaigns， 怎么去做 performance marketing campaign， 从一个 idea 开始到设计到定位。去筹划并实现它，以及 digital marketing 付费广告的渠道和运营方法。我们也会着重以 Facebook Ads 为例子，和同学们介绍B2C 的公司怎么去制作并评估自己的 Facebook 广告效果。第三周我们也安排了三次课，主要是介绍美国的职场文化、商务沟通、简历的 resume workshop、还有面试中的一些沟通技能、也会有一节从零开始用 R 的开源软件课、之所以要设计这节课呢，其实是希望同学们可以有一个高屋建瓴、提升逼格的机会、显示你非常的懂数据，你不仅仅是停留在 SQL， 你还会做回归，做 time series 的分析。然后最后我们会请一位在 B2B 做 product marketing 的专家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B2B 市场营销、product marketing 和 B2C 的区别，还有一些 go to market 的案例以及职业发展。其实小案例，我刚刚也说了 marketing 和marketing 的各种 channel 呢，其实在我们身边离大家都非常的近。给大家举一个轻松愉快的例子，比如大家都应该看过这个网站，北美省钱快报。我来换一个 screen。当公司说你要会各种各样的，大家看得到我这个 incognito 的页面吗？OK，
办公室说你要会 ICM, 会 display, 会 retargeting, 会 affiliate, 这些到底都是什么鬼，其实你在像 Diomo 这样的网站看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比如说大家来看，我鼠标移过来的时候，在我屏幕的左下方会有一个 link 的名字，比如说 linkoffice.net, 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下面linksynergy.com, 那又是什么东西还有直接 kqzyfj.com, 对吧 googleleads.g.doubleclick.net, 又是 linksynergy, 这些都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像这种 Link Synergy 啊 Link Offers, 就是说公司会 po 很多就比如说这个 Advertiser, 像 American Express, 会在一些寻找 Affiliate Channel 的门户网站上面 po 很多他们的 deals, 然后如果说 deal 没 refer 你去他们那边做一个 sign up, 他就可以拿比如说200块钱的commission, 那这些就是这种 link, 我们称它为 affiliate channel, 这些我们在之后的课程里都会提到。比如说像这个 Google Leads, 这个的话其实 Google 比较好，它会告诉你这是个 ad, 其他有很多都不会。Google 就会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display ad, 有的时候它会是一个 retargeting ad, 比如说我去 Saks 买了东西了。或者我去 Sex 的网站了，那他就会给我发一个 retargeting 来跟着我说这两个包是你看过的，你要不要考虑买啊，就这样。如果我通过他这个 link 买到了Google 就可以拿到一部分的提成，或者说就根据点击或者 impression 来收费，这些都是由公司选择的不同的收费模式来决定。感觉 Diomo 最近好奇怪，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直接的一些广告，就不是通过第三方的像 Link Synergy 啊这些，而是直接比如说放一个海航这样没有任何 Link Tracking 的广告来赚钱。我们来看再看个例子吧，比如说 Nostrum,大家其实可以看 URL, 我非常喜欢看 URL 到一种 obsessed 的程度。你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是个 Linkshare 的 partner 的名字 SiteID, blah blah blah, 有的时候这个 link 里面会告诉你 campaign medium 之类的信息。其实我想说的呢，就是 marketing 在你们身边无处不在，其实多长一个心眼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同时也不但是说要看要学，也要形成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我觉得你可以说我觉得这种 link synergy 没用，为什么？在你没有数据没有这个 channel 直接的直接经验的情况下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不断的去跟业界的人去讨论去学习，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回来是你看像我的 PPT 截图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希尔顿的免费住酒店，像这样的 ads, 像中文的 ads 在一个这样的网站上其实是你非常难用 Google 去 target 的，所以这是一个比如说北美省城快报和希尔顿直接的一个 deal, 那它就不需要做任何的 tracking, 只要是北美省城快报这个 source 发过去的它都可以拿 commission。接下来有两个一个 A-B testing 的小例子这是一家著名的 millennial female media site, OK, 他们做了一个测试，想来看调节这个 social share button 的大小可不可以影响他这个 share 的行为。然后左边是 before, 右边是 after, 大家可以用十秒钟的时间想一想这个效果怎么样，是 increase 还是 decrease, 如果是 increase 或 decrease, 它是 increase 或 decrease 了多少。
答案是 20%。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对，在 marketing 的组里面，我们经常会做 A/B testing， 尤其是在 digital、在 e-commerce 或者是和产品比较相近的这些公司里面。A/B testing 可以通过一些小小的测试达到更好的效果，是 marketer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优化的方式。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想开一个网店，我注册了一个，我在 Shopify 一个 e-commerce storefront 的一个公司那边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他会给我发一系列的 onboarding email， 比如说 how to add a product， 然后 set up your store， 然后 time to quit your job， 来开网店吧，就类似于这样的 and free trial and soon， 快点 upgrade 这类的东西。然后它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其实它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 flow， 比如说你注册第一天 wait for an hour 给你发一个东西，然后 wait for like a day 给你发第二个，然后 5 days 第三个，然后等到你 expire 的时候给你发第四个，就是这样的一个 flow。 然后作为 marketer 的时候，你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设计 email是什么样子的，然后 email 的 subject line， email 的内容， email 的 creative 里面的 image video， 然后你要用 automation tool 去设置这些所有的 trigger event， 还有怎么样去衡量 conversion， 各种各样的东西你要会和比如说你要会和 designer 协作一起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和 engineer 协作保证这个 marketing operation system 的 email system 或者 automation system 正常的运行，然后最后你要和还要会 analytics 分析到底哪个 subject line 比较好什么样的系列的 email 最有用。我觉得刚刚说到这些案例其实都是免费的，你们都是在身边，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关注一下，尤其是关于像 retention 啊或者 onboarding 这些 communication， 可以看一看你喜欢的公司都是怎么样来帮你 get started， 然后怎么样 engage 你。我觉得 marketing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离我们很近。我们不知道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是怎么做的，数据后台是怎么打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每天的 marketing 做得好或者不好不要紧，他们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说了那么多，也想请同学们来想一想，如果你是 Pokemon Go 的 CMO， 你会怎样制定 marketing strategy？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这款游戏，他们是 zero marketing， 在你开始玩之后他们基本上都不会怎么跟你们沟通然后导致了非常高的 churn rate， 就是说用户玩了一两天然后就不玩了。那如果你是 Pokemon Go 的 marketer， 你会怎么样去设置你的 campaign？ 如果你有什么好想法，欢迎做个 PPT 发 email 给我们的课程组，我们会在之后的课程里面给你们反馈。案例教学是我们的一大特色，不是一味的给大家灌输理论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大家怎么样去思考。 OK， as promised， 职场社交的三大原则。市场上 networking 的书很多，我就以前在学校里面读了好多，其实我觉得道理非常简单也很通俗易懂但没有几个人真的可以 get 到。三点，第一，你们需要什么？我可以 offer 你们，别人 offer 不了的是什么？第二是，我需要什么？你们可以 offer 给我，别人 offer 不了的什么？第三，有一方必须很主动，在我们这个，在你们要求职的情况下面，一定是你们要很主动。其实就那么简单 ，networking 本质上来说就是信息交换的过程。作为求职者要想一想为什么你想那个被 network 的人要跟你 networking， 他有什么动机，
然后在别人答应和你 networking 之后，一定要 follow up 和 follow through。最后我们会通过 coffee chat 来看一下刚刚说的这三点 networking， how to do coffee right， 怎么避免浪费时间和尴尬，喝完咖啡以后你要做些什么。我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经常和三类人喝咖啡。Aspiring marketer 就是 marketer to be，像大家一样，像学生或者像转专业转行的 marketer。 第二类人是 current marketer， 第三类是 startup founder 或者 VC investor。 首先第一类 marketer to be，我在美国的几个本土电商工作到微软这几年，经常出现在自媒体或者硅谷的讲座里，也经常有很多同学给我加微信发 LinkedIn 请教经验，想约我喝 coffee chat。 我个人其实非常愿意帮助这样的学生，但是我希望每个人在发出邀请的时候都可以做好功课。首先请告诉我和你喝咖啡能怎么帮助你。我是一个 full stack marketer， 我懂得很多 marketing 的知识和国际学生在美国找 marketing 工作的一些解决方法，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是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想学什么。如果你告诉我你的目标是什么，我会更好的帮助你。但是如果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只是想认识我，那我觉得这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其次呢，如果说你看到我 LinkedIn 上面会列很多会如果你说你看到我会做 A/B testing， 你想跟我了解一下 A/B testing 怎么做，或者我会写 SQL， 你想跟我了解一下你这个文科生怎么会写呢？很好，至少证明你看过我到底是做什么的。但是如果你说我看到你会做 A/B testing， 我觉得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你可不可以详细和我说说你的团队是怎么把 data driven approach 用在 marketing 领域里的？那我瞬间就激动了，这是我每天最关心的事情，我一定不会拒绝你，一定会非常乐意和你分享。最后就是你的语言，你的想法，我希望了解不同的视角，比如说90后95后暴露年龄我希望了解你们在想什么，所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看待问题的，我也会觉得非常有兴趣。第二类喝咖啡的人是 current marketer， 现在在职的 marketer。 和在职的 marketing 的人聊天呢，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互相交流行业的动向、活动、工作机会一些正确思考问题的方式国与国之间的差别，比如说中国和美国然后我自己会想了解对方的问题看看我有什么资源和渠道可以帮到他，然后提出一些不同的视角和解决方案。最后一类和我喝咖啡的人就是startup founder 或者 investor。 founder 和我聊天大多都是分享自己的 strategy，那这个时候我会作为一个 growth marketing 专家向他们提出我的看法，然后给他们一些我的建议。然后 investor 来找我的时候大多是来看看你觉得这个 marketing tech 公司 ad tech 公司怎么样，你对这个你作为practitioner 你对这个行业的看法是什么。那我会很诚恳的用我看到的渠道的数据，我用过的工具来告诉他我对他们有兴趣的行业和特定公司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回到刚才说的，要懂得你有什么可以 offer， 对方有什么可以 offer， 然后要非常主动去 approach 别人，因为大家时间都很宝贵。最后聊完天一定要记得感谢和 follow up。OK， 我们今天的试听课就到这里。我会花三分钟的时间看一下大家的问题，然后选择几个问题来回答。
OK， 我看到了大家的很多问题。有人问我自学 SQL， 但是工作中用不到，怎么上手啊？学用 SQL 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一个纯 Product Analyst， 其实就是 Excel 和 Google Analytics， 我并没有任何的机会用 SQL。但是呢，我在学校里面上过大概四个学时的 SQL 课，就是前前后后加上 project 课可能六个小时吧。我懂那么几个 select from 之类的 where 之类的东西。我当时做的就是找我们公司的一个 engineer， 跟他说，我觉得我的工作，我觉得如果会用 SQL 或数据的话，可以把我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做我的 dashboard， 更好做我的分析。我不需要让你每次都来麻烦你，你可不可以教我？那对方很乐意的就教我了。他给我介绍了书，给我介绍了 practice 的网站，然后就慢慢的开始入门，然后到最后，我上过，当时还不是 Code Academy， 其实更多的就是那种 SQL Cookbook 上面的这种，我是文科生嘛，学东西看书，就而不是把书当成那个用户指南来看的，我就会一条一条全把它看完。之后有朋友跟我推荐了 Stanford 的一门Intro to SQL 还是 Database 的一门课，然后我把它上面 SQL 的题目全都做了一遍。都有帮助非常多。我也考了 SQL 的证书，其实对求职的时候很有帮助。希望我回答了你的问题。有学员问说，平时了解行业信息，我会经常关注什么样的网站或者 blog 了解美国人的文化？我这几年一直都关注的是Brand Channel， 还有Adweek， 我会订阅他们的 newsletter， 每天都会收到他们关于 branding、关于 advertising 的行业新闻。其实他经常不只是说这个行业里发生了什么，经常也有很多，比如说包括像公司收购并购啊 rebranding 啊，然后某一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啊，某一些 ad technology 的发展趋势啊，对我来说，和同行的，就我对行业的了解大多都是从这些 channel 来的。blog 的话，我的时候会看一下 Medium 上面有一些有趣的 blogger， 但也都是就是 post by post， 我很少会去关注别人。经常去看一个，会去 follow 一些 blog。 有同学问说，邮件营销中运用的是什么邮件工具呢？有推荐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公司的大小不同，还有公司用户的数量，发送邮件的数量都会决定你用什么邮件工具。比如说有很多小公司，比如说你家附近的咖啡店、餐馆，还有一些 startup， 他们会有 MailChimp。这样的公司的这个邮件就是它的好处是它比较便宜，用起来用户界面也很方便，但是缺点就是说优点是你如果只有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用户，你用它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当你达到了比如说 3 million、 5 million、 10 million， 你就不可以再用这些工具了，因为它有很多的后台的缺陷。比较常见的话，就是像各种我们叫 email service provider， 比如说 Salesforce， 旗下会有 ExactTarget， 就像类似于这样的 ESP。然后我刚才举到 Shopify 那个例子里面，会有一个像 Flow 一样的一个东西，你可以 trigger event， 那个就叫 marketing automation， 比如说像 Eloqua、Marketo、Pardot。还有一些新兴的更加
偏比如说 mobile 这样的一些automation tool， 就多渠道的 automation tool 啊，都就市面上都有很多，大家都可以通过 Google 啊这些来 research 一下。有同学说马上毕业面临找实习 intern marketing analytics 方向什么都想学 SQL R Tableau， 但时间不够，要怎么选择对面试更有效？我觉得practice 吧，不管是 SQL 还是 R， 你必须要天天写才可以，然后包括 Tableau 也是，如果你没有付费版，你可以去用 Tableau Public 的免费版，然后自己做一些 dummy data， 然后去试试看怎么样把 dashboard 做得好。但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应用的框架，比如说给你一些你要自己设定或者参加一些课程去在一些设定的context 下面去用这些工具，那它才可以 serve 一个 purpose。 比如说你要用 SQL 去分析过去三个月最高价值用户的用户在网站的用户行为，你必须要会写 SQL， 那你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才可以更好的去 structure 你这些 script， 对吧？然后 Tableau 的话也是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个 audience 是你这假定的 audience 是谁，然后你要怎么样你要知道他关心的数据metrics 是什么，你才可以更好的去organize 一个 dashboard 去 present 自己的 findings。 没有实习经验毕业时找实习还是 entry level 比较实际呢？这个的话我觉得一定是找实习比较实际，因为市面上我们现在在招的 entry level 基本上都有一到两份实习的工作机会，甚至我觉得没有实习没有相关实习都很难通过 HR 简历筛选的那一步，因为市场上有实习经验的人太多了，如果你没有特别突出的背景的话，我觉得还是找实习比较实际一点。还有在 data science， 这个问题被跳掉。考虑到 data science 在 marketing 行业里应用越来越多，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在本科阶段学第二专业 CS， 还有说一个相关的 econ major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 double 一个理科或者工科的degree， 甚至不用 double 都没问题。我觉得因为像我说的，最重要的公司看不是你的 degree， 而是你会不会这些 skills。 如果你有 econ major， 但是你更多的是在研究 econ policy， 你不会用 stata 或者你不会用 R， 你只会用简单的 Excel， 那其实这个 econ major 就没有那么的相关。如果选个 CS 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如果你可以把它读出来，可以证明你很聪明，然后你对因为大家都知道 analytics 和 data 在 marketing 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会被更多的公司采纳，那么你有一个 CS 的背景，其实在长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最后同学说请问现在有公司是更需要 SaaS 还是 SQL R 还是 Python， 更 prefer 哪个？其实我觉得分两点说吧，就是在 marketing 这个 team 里面，几乎没有人叫我写过 SQL 以外的东西，然后经常 SQL 都不需要，因为会有 analyst 来写，所以我觉得 SQL 可能是比较初级一点的。然后大家要进阶做 analyst 的话，我觉得 R 和 Python 是比较好的工具，因为如果你只有这点时间的话，我觉得
R 和 Python， 首先它们开源，它们不像 SaaS， 你一定要有一个 license 才可以用。啊，你自己就可以上去 Code Academy 或者报 Bitaker 的课，就可以来学 R 或者 Python。嗯，那像 SaaS 这个东西呢，首先 SaaS 它是一个企业级的统计软件。啊，一般像 Bank of America， 像宝洁这种巨大无比的公司才会用 SaaS。嗯，你要真的有一个公司要一个 SaaS 的 analyst， 嗯，其实这些公司也非常的就看了你是不是喜欢大公司。其实你如果你会 R， 小公司大公司都喜欢你；如果你是会 SaaS 的话，可能和大公司会比较契合一点。然后有同学问在职的 Java 程序员怎么去做 marketing。 嗯，我觉得我刚刚试讲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我们其实作为面试官主要的是看重你的 skills 啊，但这些 skills 的话都是可以学习的，像我们课程中会包括的各种analytics 啊， design 啊，然后 project management，campaign management， 然后 metrics 啊，这些东西，都是会可以通过你其实可以通过，比如说报我们的课，或者上像 Coursera、Udemy 这些不是那么贴近实际的求职这些方面的课，去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然后自己去找一些机会。一般来说我看到的程序员转 marketing 都是从 data 开始做的，因为这最直接，你们的 comparative advantage 就是在你们比较懂技术，然后你可以慢慢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慢慢的从一个 decision support 的角色转换到去 manage 一个 campaign， 一些 campaign manage 一个 team， 然后转到 marketing 的高层，这其实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在初级阶段的话，最重要的还是会技能，会 channel， 然后懂行业。Okay. 有朋友说想了解一下 B2C 或者 B2B 的就业区别。对，我们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所以就没有具体，这次没有具体 cover， 把它移到了之后的课程里。其实 B2C 和 B2B 的行业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说，B2C 它要求的，从数据的角度上来说吧， B2C 的对数据的要求量比 B2B 要高很多个档次，因为当像 B2B 的话，你有说十万个用户已经挺多了，然后 B2C 的话你可能有几千万或者几亿个用户，然后这个量级都是不一样的。在 B2C 的公司，我个人比较喜欢 B2C， 因为我觉得它节奏很快，在美国的 2C 市场非常的活跃，你看那么多公司今天起来明天倒了，然后又有新的出来，它非常的有趣。你就可以了解到很多实际用户的这些消费习惯、行为偏好。那在 B2B 公司呢，因为它的经常它的购买者不是它的终端用户者，所以说它比如说像微软，我们卖软件给公司的时候都是卖给那个 IT manager， 或者就是做那个帮你们买软件采购啊那些部门，但最终的用户比如说你啊我啊都不是我们直接的消费者，所以会和用户脱节，会就是说有的时候产品做的不够的精致，或者真的是可以非常契合用户的需求，因为他们永远在考虑这个 purchaser 在想什么，然后我们怎么让这个 purchaser 买更多的东西。但是对于 2C 这些消费者这一端就会了解的比较少。然后 2B 的公司呢，经常都是 enterprise 型的企业，
他们对 sales 非常的注重，比如说你可以拿下 Oracle 这个大单子，你可以拿下 Adobe 这个大单子，那就很重要。但那相对 marketing 相对 sales 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的 fancy，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 deal 的这个要做的时间非常的长，然后你也不知道 marketing 到底有多少的作用，很多时候是做 branding， 你非常难 justify， 然后一裁人就是裁 marketing， 反而但相对 to B to C 的话就会好很多，因为经常你是做 digital marketing， 然后你的 ROI 都是可以衡量的，所以说我觉得比较有趣吧。请问创业公司的 marketing 是自己做好还是找外面的公司做好或者其他的方式？公司没有专业的 marketing 人员是 B2C 的公司。这个很有趣啊。其实要看的，我觉得主要是看你们公司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 B2C做电商的公司，那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一个 in-house 的一个 marketing team， 像比如说像我们 full stack cover 的这些 skill set， 就是你的一个或者几个 marketer 整合起来都需要有，你要会做策划、做设计，然后做分析，去优化自己的 campaign。 但如果你是一个卖产品的公司，比如说你做一个智能硬件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两个都可以，然后有的时候找 agency 会更加的好一点，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 team， 可以帮你做我刚刚说的所有的东西，因为你如果说你的东西不是通过自己的公司来卖，而是通过第三方来卖的话，其实 agency 会有专业领域的一些优势，它做起来会比较高效。Dora 楚说对 finance 背景转 marketing 的看法，个人觉得 overlap 是用一些 financial metrics 衡量 marketing performance ROI churn rate LTV， 但是 marketing 更能够 make business impact。 我觉得两个其实到现在这个尤其是在 digital marketing 或者说像我以前在 e-commerce 这个领域里面，像这类 ROI 分析啊 LTV 这些都是由 analytics team 来 handle 的，所以其实因为公司需要说一个 internal team， 他们可以是 single source of truth， 所以经常 finance 和 marketing 的数据都是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很有 business impact， 而且 finance如果说非常对 churn rate LTV 这些都扣得非常的严的话，可以限制 marketer 无限大的 ego， 然后说其实你们要看一下你们这 ROI 不够啊什么的，要 monitor 他们，其实都是互相制约的。我觉得 finance 和 marketing 转行这个话题的话，其实完全是看个人的兴趣。像我自己不喜欢每天对着财务报表然后去更新报表做这些 operational finance 的东西我比较喜欢 run campaign 然后做 testing， 那我就会觉得当我是个 analyst 的时候，我会选择往 marketing 这边靠而不是往 finance 这边靠。但我有认识很多很多人从 finance 转到 digital marketing， 因为这些基本的知识非常的重要像我说很多 marketer ego 很大嘛，他们觉得说我在Google AdWords 上面花个300万，那我一定就可以看到600万的成果。但是一个有 finance 背景的人，然后说让我们先试一试，花10万块看一下是不是有效，然后有的话我们再多花钱进去。就是你更加的制约，因为你有这个 finance 背景的 lens， 希望可以帮帮你。
有朋友的朋友问到国内的 marketing 啊、直播经济啊，然后在国内找 marketing 工作的问题，我觉得我就不能说太多，因为我自己毕竟没有太多在国内做 marketing 的经验，不想误导大家。但是我自己从我的了解或者我的看法来说，因为我也做过一些 cross border 的一些工作，当时帮 Neiman Marcus 还有 GNC 去做一些国内的marketing。我是觉得在数据这方面，在国内还是非常初级阶段的。整一个美国非常成熟的这种 marketing 的体系啊，数据架infrastructure。思维在国内其实都还没有。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人口相对中国少，你要非常的精准投放，然后有很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 ROI。 而在中国的话，你钱花得多，然后 exposure 多，大家看到了然后就可以去买，所以这个density 取决了对数据分析的要求吧。但是这个应该也是在改变，比如说在国内很多公司都在投资 BI 啊这些东西，当这些 infrastructure 上升之后，相信也许有一天国内的digital marketing 也可以像美国这样。有同学说很期待我们的课程，看得好开心啊。目前在一家互联网 B2B 公司做市场，但国内目前 marketing 还是很传统，更多不基于数据的市场活动。相信数据是一个趋势。 Coursera 上的课程正在学习，感觉很初级，期待我们的课程。看得很开心。我自己也看过 Coursera 上面各种 digital marketing， 我几乎全都注册过，也听过一些，非常的古老古旧，也节奏也非常的慢，然后说的东西呢就是蜻蜓点水的这样讲一下，也是激起我自己去好好准备这门课程的一个动机，因为我觉得教授研究的东西离市场实在太远了。而且他们要你上非常大的好几门课啊，就是做 concentration， 然后做那些奇奇怪怪的作业，然后我觉得你可能也许写在简历上可以证明你对 marketing 很有兴趣，但是你实际在 skill 和 channel 上面的知识学习，知识的获取还是相对有限。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课程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联系我们的课程组。谢谢大家，晚安。